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长安铃木 4S 店，目前这家店呢位于米东区，而今天我们的任务呢，其实实话说是带着这一台车型的试驾车，也就是我背后的这一台维特拉，来展开我们今天的测试之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这一台四驱版的铃木维特拉旗舰版已经上了直升机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些这种结构构造、底盘解析，还有就是上路看一下这个车型。那么这次呢，我们是第一次冷态测试有关于这个车辆它的零到一百公里加速以及一百公里到零的。我现在给油门 ，ESP 介入，我去。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侧的缝隙，这是这一侧，能看见吗 ？OK， 我们再来看内侧。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长安铃木 4S 店，目前这家店呢位于米东区，而今天我们的任务呢，其实实话说是带着这一台车型的试驾车，也就是我背后的这一台维特拉，来展开我们今天的测试之旅。那么在做这个动态测试之前呢，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辆吧。那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店面的这个经销商对接过，但当时时机不太成熟。那么现如今我们终于是可以把这台车约出来做一个测试。那么在我们现在看的话，这个车型其实实话说它的这个竞品车型有很多，比如说吉普旗下的这个自由侠，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这种紧凑级的 SUV 都成为了它的对手。而作为紧凑级的 SUV 的车型当中呢，它可能会包含有四驱，包含有一个比较好开好玩好用的这么一个特质，但是能够做到以上几点车型并不多。我希望今天它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作为我们的验证呢，会在道路测试当中会给大家一一验证以上的这些。那么我们现在的这台展车，实际上它是一台墨绿色，或者说叫墨绿黑的这样一个颜色。那么先说一下这台车型，它属于是有一个前装车啊，那这侧的位置，侧踏的部分，后唇这一块的一个包围加装架，还有就是这个车上有个胎压监测，这四样东西是这个车上现在 4S 店要为了做销售的时候已经加装的东西了。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的话，你们只需要看到一个车的素车状态就好了。那么这个车型本身来说，你可以看到作为一台 SUV 城市代步当中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我们说一个车辆的空间，同时还有这个车辆的通过性能，这是最基本的东西。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车辆的前唇。那它原始的设计当中，这个前唇包含我们说现在从轮间轴心线的位置开始往前横移的话，就存在有一个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接近角偏小的问题。而在加装了我们说原厂的这个前唇之后，确实城市当中使用并不影响，但是在野外路况下，这个前唇一定会带来一些这个接近角的一个减小问题。而这台车型是一个四驱标准版，那么如你们所见，现在这个车型其实看的啊，在前部来说的话，只是少了一个前部的这么一个雷达，那车型的本身还少了一个定速巡航，但同时这个车辆呢，在灯光部分来说的话，也不再是我们说顶配旗舰版的这个近光 LED 远光卢素灯光的一个光源支持了，而变成了全卢素。但是话也说回来，你有透镜还怕什么呢？有透镜其实也是可以方便自行改装的，所以说这个车辆给你给的这些东西，其实多多少少都能够让自己去进行一些程度上面的升级，以满足自己不同的使用需求。而且这个车型还配备了日间行车灯，相对于晚上的话呢，能够提供一个较好的一个视宽效果，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这个车型这一次的升级可比老款的这个维特拉要接地气多了。那以前的超级维特拉是我们说少部分人的专属车型，而这次它终于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车型，其实实话说啊，在整体上面已经完全没有了维特拉的影子。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这个车型无论是我们说的长宽高还是轴距上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2500毫米的轴距到底够不够用呢？今天我们可以来在车内
做一下这个空间上面的一个试乘演示，来给大家看一看。现在呢，在你们面前的这条轮胎，目前它是一个马吉斯品牌旗下轮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尺寸，尺寸是215/55R17，速度级别是94V，17英寸的轮毂设计，再加上我们说现在的整个这种抛面的设计，让它变得好看，并且是有一定的运动质感的同时，擦洗也是比较容易的。当然还包含了很不错的一个散热效果。前盘采用通盘的一个结构设定，而整个前悬采用麦弗逊悬挂的结构，这个呢我们会在底盘上面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比较细的一个解析。那么在前部轮圈这一块的位置呢，基本上没有做太多的隔音，所以说在这一侧的位置当中，会成为我们说日后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么在轮间隔音当中需要去做的这么一个升级这一个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车辆。那么加装了侧踏之后呢，你要知道原厂给出的这个车辆最低离地间隙是应该是18.5，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再抛去这样的一个高度出来，所以说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侧踏得看你有没有这个使用需求。当然我个人认为你不加这个侧踏的话呢，这个车看起来似乎是缺少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一侧的位置。当有了这个侧踏之后，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车辆变得丰满，变得立体，但同时你的这个通过性能也会因为它的加装而得以有一些欠缺，或者说是一些打折扣啊。那么后悬架这边呢，其实说实话是一个抗扭力梁，但是这个抗扭力梁本身来说，如果要是调得够好，比如说我们之前测过的宝骏510那款车，它就有它自己独立的特征和独立的性格，而且也让我们满意。而这台车型的这个独立后悬架和这个我们说非独立后悬架之间，它这个选择明显偏向于后者，具体调成什么样，我们路测的时候一试就知道了。当然在后悬这边有更多的一些这种比较扎实的一些材质用料，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基土啊，其实实际上它这个里面是一个软质材质，所以能够吸收一部分来自于轮胎这个运转时候的一些这种滚动噪音，这个也可以。那么在整个后盘这一边的话呢，采用的也是个盘式刹车，不过本身的尺寸并不算太大，这个事儿我们还得通过这个车辆的加速以及减速制动部分的测试来给大家做一个呈现。那么从这个车身的高度来看的话，我的身高1.76米，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说这个相对人才身高不是太高的人群，上下这台车应该变得非常容易，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侧踏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是完全必要的原因。而到了尾部的设计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顶部的行李架，然后车顶的这些个平面抛光处理，以及我们说现在的单个的这个天线。但是这种天线在现如今已经完全被我们说的印刷天线，包括像我们说的鲨鱼鳍已经完全替代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从风阻系数上来考虑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优化一下的。而到了后部这边呢，它还贴心的给你给了这么一个雨刮，那这样一来的话，对于后窗的这个视线能够做一个有效的保证。但是其实在一些新的车型当中，有一些这种流媒体后视镜的功能可以做一个标配，这个啊，你比如说放在这一侧的位置，或者在这一侧做一个小的一个视，就我们说视线补充，哎，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由于本身这台车型是标配啊，所以说你们现在还不能够去拿这个顶配车型上面的一些这个配置去做对比，因为铃木的这个车型它在三大件和机械品质上面来说基本上做的算是比较实在的，但是这些小的东西上面可能比较抠，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也能看得见，比如说后方的这个可视雷达没有了，而下方这边1、2、3、4只有给你给了四组的这个我们说后方的盲区预警雷达，但是这个面啊，如果你的这个报警足够迅速的话，其实也算够用，当然你去加一个摄像头也就100来块钱的事儿，其实这个也无所谓。那么这个不是原厂的件啊，但是从这个件的加装上面来说的话呢，你后方这边的整个雾灯这个设计其实我觉得做得还不错，但是有这样加装之后呢，就多了一种深邃的效果出来。后部如果按这种设计去原厂做这么一套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能够去提升车辆的整车档次和它的一个外观这种欣赏的一个水平，但是前杠这个事儿我真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底盘下方。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会交由咱们的动态测试之后这个底盘举升机上面方便的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释。而需要说明是，这台车型目前所搭载的发动机是一台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以铃木的车型动力水准的搭配来说的话，我们这也是第一次去涉及到有关于铃木的涡轮增压技术，所以今天我想动力应该是这台车重头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车内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细节，整个车漆的颜色、烤漆、喷涂这一点我没有任何异议。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你可以看它其实是个金属漆，那么作为金属漆的喷涂来说，这种颜色应用的哪些车型是最多呢？我们给你举个例子啊，部队上面经常用的这种墨绿色的三菱的 V31 那台越野车，原装的 V31 用的就是这种车漆。这种车漆本身来说它比较不那么去显一些细小的划痕，同时这个车漆呢也足够庄重、足够严肃，并且这个车漆相对好打理。但是不麻烦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漆的色号不太好调，这个色号上面是一个问题。那么从整个车辆的一些外观设计当中，比如说这些缝隙的控制啊，然后这个塑料架和金属架之间的这种着色的控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色差，同时这边的缝隙控制的相当好，而且在这些边角的位置也没有特别毛刺出现，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在一些需要去做更多密封的位置呢，其实实话说我们现在看到它缺乏了一些胶条啊。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以现在的这个车型以密封工艺上面来看的话呢，你去多做一些胶条，一个是外观看起来更大方，同时对于我们说这个发动机舱内部的一些这个长时间保持洁净状态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了，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些细节设计能够尽可能避免一些风噪，比如说这一块，这一块的这个面板提升设计啊，基本上在GU版这次我们很少见到有这种设计，但是正因为它有这种设计，所以你的风噪、风阻、哨音都会在这一侧变得更小，而且整个前部风挡玻璃的造型和整个 A 柱这边的这个面它并不是个齐平的，所以更加需要这个东西来给你减少一些风噪。那么同色的这个上浮式的一个悬浮 A 柱设计啊，也让我们说现在的整辆车看起来你再不需要去做一些个性化的改装或者喷涂了。但就这个事儿来说，你拿这个东西再去对比白色的车身、其他颜色的车身，那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效果出来。而且这个呢，不能完全意义上算是无钥匙进入，因为它不是自动触发感应，需要手动触发一次，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说，其实也不用太过于介意。但就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到的是，它现在做的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门扣手，那这一侧呢，也不用你再去把这个上盖拆掉，然后再去用钥匙，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简单方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别的方面，整个车门的这个门边密封胶条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实话说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去，我们正好把它拆开来看一下整个内部的喷漆工艺，这一侧这一侧都没有问题，仅仅在这一侧的过渡当中没有做这个亮漆处理，但基本的防锈防腐相信咱们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跟它恢复一下，但是由于本身这个胶条的材质你可以看到非常的软，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你的这个门边在闭合的状态下一定要有一个精准的间隙，否则它就会有一个过度老化或者过度敲击的问题存在，会造成它的一些破损。那么在整个车门这一边你能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这一侧的位置看见吗，方便清理一些冰雪呀、积雪啊等等一些状态，比较好弄一点，比较好弄一点。而且这一侧的位置非常适合于去装这么一个遮阳帘啊。同时我们说能够看到这些金属板件这边的结构，那么这一侧的位置是一个焊接，那也就是说啊，在我们说车门下方这一侧是它的应力位，而上方这一侧呢仅仅是一个结构架，也就是说这一侧基本上不怎么抗撞啊。一个焊点、两个焊点都在这边了，第三个焊点在这儿。那么到了我们说有关于这个车门侧方这一块关乎于安全的部分，咱们再来看啊。首先第一，这一侧是一体冲压，这一侧也是一体冲压，然后双层对缝焊接这个激光工艺做得不错，而且除了这一侧位置有一个中和的工艺留下的这个凸点之外，基本上很平整，已经很平整了。那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些年铃木也在自己去努力的去革新自己的这个制造工艺水准，包含了我们说现在这个包边这种设计啊，在以前也是很少见得到的，但是如果这个边能够包得再厚一点，并且再涂一层胶，我觉得可能会更好。而接下来呢，我们再能够看到的是一些应力位，比如说这边、这边、这边以及这一侧的一些造型，不是说它这个是为了好看而这么做的，而是你冲压了之后这一侧的位置有一个抗性作用，就是抗力作用，所以这个也还是蛮放心的。而且如此厚的一个车门中间的这个宽度的位置呢，能够让我们说置放下来一个相对较大的这么一个设备一点，比如说这个电机啊、
再比如说门边的整个门禁控制系统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给它留下了一些口子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能够方便去配备，比如说四门一键升降电动车窗，那车门间那边的一些这个灯光装饰，比如说电信号的引入，甚至是更大一些声场的一些扬声器，都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去做。那么唯独有些风格上面不太合适是哪儿呢？这里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方案被放到了这边来，虽然说也不能说不好用吧，但确实是离高大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门边这边的材质当中呢，这一侧是一个硬塑料，而到了这边来呢则是一个软质包裹，并且这一侧也是。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标配车型，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针对这一侧去做个包皮，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基础售价一定要亲近，一定要亲近民意，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弄出来也是非消费者所愿啊。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门边铰链这边采用两段化的一个设计，可以看得到。那么由于本身这个维特拉这台车型它本身是带有这种内藏式的一个大梁架设计的，所以在整个门边 A 柱也好 B 柱也好前门后门也好，它的这个应力上面应该不会太大。当然这个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一个通过我们的交叉轴的一个实验去验证啊。左侧的位置一目了然，灯光高度调节、雾灯开关、 ESP 开启关闭、自动启停开启关闭以及坡道缓降。那特别说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这个坡道缓降的功能它是真的是需要你有一个较大角度的坡道你才能够去有作用，否则一般意义上比如说小于这个30度的坡道它几乎都不太工作的。那么下方这边是一个放置位，用来放置钱包啊其他的一些这种简易的物品，甚至停车卡什么的啊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而且相对较深，并且上方这边的位置有一个高台，那这样的话里面的东西就不太容易出来，比较不错。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个方向盘管柱采用两项设计，但其实实话说这个啊是一个我们觉得遗憾的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后面还带了个拨片，有拨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运动，对不对？那运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个运动的进程当中，对吗？那你现在的这个方向盘管柱如果只有上下两项调动，并不能够做一个这种高度调节的话，就我们说的里外抽拉的这个问题，那针对不同的人群的身材你要如何来适应呢？所以在这一侧当中应该改成四项的方向管柱，相信更多人可能也是跟我持一样的意见啊。那么这一侧原有的位置在高配车型当中则是 ACC 自适应巡航，那么减配了以后就什么都没了，而在这一侧当中呢则变成了我们说现在的整个声场音浪控制。 OK， 那么在看完了这个车辆简单的一些解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整个座椅。这个就是该车这台车型的一个座椅用料。那么在标准的这个配置车型上面来说，这个座椅你可以说是一个运动标准座椅了，只不过是材质上面不是皮质的，仅此而已。而且在这个整个座椅的贴合上面来说，其实我认为织布座椅最舒服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去调教你的这个腰靠呀、角度啊，或者调教你现在整个这边的座椅的这个温度问题，甚至你可以连这个我们说座椅电加热都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很凉也不是很热，这种状态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深刻的一个理解，那么也无非就是一个选择性取向的问题。当然了，确实它是一织布的啊，这个有什么说什么。而且这个座椅本身来说在现在全系列车型当中呢都没有电动座椅去配置，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说，如果你现在只是针对于我们说前面这边，你可以看啊，左侧驾驶席这边有一个 auto 按键可以自动去控制这个车辆的升降窗，对吧？那么你主驾驶这一侧为什么不给的更多呢？是吗？ OK， 那么在简单的看完了这个车辆的一些细节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到车里看一下这个车其他的一些功能也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车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啊。首先从上部开始，那么顶棚这一块呢，由于它本身是一个标配车型，所以天窗被省掉了，但其实我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天窗它的安全和有天窗的安全是不一样的。有天窗的安全，因为天窗这边是一个可视区域，对吧？所以它的整个框架是在你的四个边啊，比如说你的竖、你的纵边、横边这边做了一个加强性的这么一个拉筋，或者说这个加强梁，用于我们说在撑住本个车，就整个车在横滚的时候啊、翻滚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应力和挤压问题。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边就可以直接做成这种纵梁的方式在里面去藏啊，这个就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内饰啊，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内饰，那这样一来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脏
而且这个颜色是一个淡色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这个要爱惜一些才可以。但是成本用料做的几乎没有什么大问题，手感不错。然后我们再看下来这一侧，首先先来看这上面是个名片夹啊，名片夹打开它之后呢，是一面简易的镜子。那么由于没有灯光光源支持，所以它只能够依赖于这一侧的光源。但说句实在话，这一侧光源点亮，即便这一侧你也会变成一半亮一半暗，也就是所谓阴阳脸的问题。所以这侧光源不应该去省啊，不应该去省啊。好吧，在高配车型上面，这个遮阳帘是可以，就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遮阳板，它是可以直接拉出来的，但是低配车型上并不能拉，所以这个也没招，我们先放到一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侧，也是一样没有，对吗？军总同学，你觉得还少什么东西？眼镜盒。眼镜盒，没错。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省去这一块的这个东西，它是真的给你省了，它不是说这个东西没地儿给你放，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眼镜盒这个吧，我个人认为咱们自己的 4S 店是不是可以给大家送一个可以挂着这种眼镜带啊，相对来说这个成本也更低，而且确实你把眼镜盒放在这边，里面叮咣乱响或者大小开口设计不合适也蛮尴尬的。确实很简单啊，确实很简单。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些别的方面，轮到下方了，圆形的这种万向空调出风口设计，但中间却给你给了一块这个电子钟。这个电子钟呢，会它是自己是调整配时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车辆只要通了电，它就会自动调整当前一个正确时间。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并不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个电子类的这个时钟，你完全可以放在屏幕当中的任何一个位置，而把这个位置再像这样给一个空调出风口，岂不是更好？那这样一来的话，我左侧这边两个，右侧这边如果你觉得不够吹的，你还可以把这侧搬过来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么一个风道，哎，左右前后都可以用嘛，对吧？甚至于你往中间吹也是一个道理啊，这也是一条路。在整个这个前部的工作台面板上，也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前部的整个这个中控啊，那么这个面板部分来说，表面是软质的，相对的这个下方的填充呢很有韧性，但是它不能说硬，不能说硬，只能说有韧劲。那同时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几乎没有共振，一体成型注塑的这种哎搪塑材料做得非常好。但是整个仪表盘下方这块却有一个拼接，那么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拼接的接缝处理当中，你看这一侧的这个缝隙和这一侧这个缝隙就明显不一样了，这也是一个工艺类的问题。如果它能够搞成一体成型的，那么明显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而且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因为你反正是一个材料出来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个仪表盘先来给大家遥控器钥匙点个亮，那么在点亮这个仪表盘之后，其实你会看到基本上的一些信息都通过中间这块小的屏幕给你显示，对吗？包含了当前档位、已行驶的公里数啊、小距公里数，还有整个车辆的车门开启状态。那么现在麻烦外面的小哥帮我们把后门也打开一扇，谢谢。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反而标配版的车型上面来说，它可以针对每个车门自定义的进行警示，对吗？包括尾门，包括前门、左门、后门。那么这个车型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高配版的车型为什么比这个中配版的还要简单了？难道不是一套系统吗？都有啊。那为什么今天上午我们去看的时候没通啊？好吧，那这个我就没法说了。 OK，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整个机械表盘的设计当中，它其实采用的是一个顺序指针波动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做的。那么好处之一是什么呢？难道我这个不是 P 档吗？ ACC 电源状态，我启动不了车，踩了好吧，启动不了车就算了，可能这个展厅里面的车是没有电的。那么好处之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仪表你在转动的时候，本身来说它的这种顺向的方式会让你很有驾驶感受，尤其是这个车的这个动力上的响应和变速箱这一侧的匹配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形态下。而相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采用数字显示，所以你现在正常乘坐的时候，如果前方这边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些这个遮挡角度问题，那么你就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可视区域被遮挡的问题出现。年轻人嘛，总喜欢
高大上一点，充满科技化一些会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整个中间，中间这次的装饰板件采用了我们说的这种，这个应该是个塑料板件，同时呢在上方这边做了一个很考究的这么一个喷漆，并且这次还有一个亮漆出现。放在这一侧的这个角度当中，其实实话说也是希望以这个车型相对合适的尺寸来吸引年轻人的这个目光，所以在这一侧呢做了一些年轻化的设定。但与其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反而还显老了一点。那么如果你能够给它做成软质的包裹，并且采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加年轻一些啊。当然了，这个颜色旁边人说了啊，可以自定义是吧？那么在我去购买车辆之前，在厂家这边就可以报备吗？啊，4S 店也可以吧？啊 ，OK， 那没问题。但我还是喜欢软的，说句实话。那么这个时候的部分，你能够看到这是它的整个一个标准配置的一个娱乐主机，但是说是娱乐主机啊，实际上只有一个 CD、FM 收音机，还有个 Auxin， 再就没了，也就是这些东西。那么从这个部分的整体表现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首先，我们先来修台了，是吧？咱们这店里面有碟子吗？啊，我们想办法来听一下这个碟子。但是你可以看到，一般像这种我们说带有碟片的这种主机啊，功率都不会小，这是第一。第二，它由于本身来说，它就只执行一个我们说音乐信号的一个指令播放，所以它的整个这个 DA 数模转换器做的一定音质也不差。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在现在看起来，应该就这个短板啊，我们说木桶原理，短板不应该是这个主机，而应该是它的音响单元能不能跟上这个主机的功率以及它的解析度，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下方这边呢，还有一个 SD 卡槽，可以用来我们现在读卡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就其实说实话，这个主机你放在这个车上面来说，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你安心开车，能够集中注意力就好了，没有别的一些用途，甚至连副驾驶也没有办法那么多照顾的。那么我们先来找个台停一停看看行不行。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实话说啊，就说是这个。首先，第一我要说一点的是，这个主机你现在从音源的这个大小上调整上去看的话，其实它是偏高了。我开到14、16甚至20也就刚刚好。如果我再往大了开，才能够听到一些更加细微的东西，或者说更加震撼的效果。当时当然现在没有办法，这个只是一个收音机。但是如果我只开到11、12的这个刻度线的话，你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出来。所以它的整个这个音量部分来说，音量的标定上面是偏向了右侧，也是偏向了高音的这一侧，你得自己适应这个事儿。同时啊，在下方这边的 SD 卡呢，能够做一些这个数据录取，但是我们现在这边没有 SD 卡 ，so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再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整个下方这边这个是双跳灯，啊，这个不用说。然后右边这边则是我们现在这个中控锁车之后这边的一个警示啊提示。那么这个车型当中，其实实话说，有关于空调部分的这个演示呢，其实实话说还是以这个效果为主啊。但是从操控的角度上面来说，如果你是一高配版的自动空调，那么标配版如果也能带的话，这明显是一个性价比上的提升。但是现在这样却给你给了一个手动，不过你要说手动阻尼感好一点也行。虽然说这样一个较紧的一个阻尼，确实是对于我们说2年甚至3年之后的使用，不会有一些松旷的问题出现，但是一开始使用的时候确实有些松涩。应该是没有电了，应该是没有电了，因为我最大风量开起来的话，都不是很吵的，那说明这个电压应该不太够啊。那么这一侧的位置当中，如果 4S 店能够应对性的做出一些这种升级，我想应该也能够实现啊。它只是一个配件而已。而在这个下方呢，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这一侧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 USB 啊？啊，还真是。这侧位置是个 USB 啊，那么稍等一下，我们用 USB 看看能不能够直接接入这个主机当中来读取一些相关的音乐。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我手上是个 U 盘，里面存有 MP3 和 FLAC 两种不同格式的这个歌曲。那么曲名呢是《加州旅馆》，所以第一，我现在的关机状态下，如果我插入这个，你会明显看到它会自动开机，这事儿做得不错啊。但是你现在插进去是插进去了，但你的读取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一般情况下是这个 band 能够去选择。如果这个 band 选择不了的话，那我就得去选择这个 mode 模式。哎，现在开始读取 USB， 读取的时候 USB 这块会闪，但是这个里面看起来，非认证格式应该还读不出来这个，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而且很有可能它现在的这套主机并不支持带文件夹的目录读取，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旁边这位小哥的。这里面就是光有歌曲没有文件夹是吧？啊，那么我们只能够随意的去试一下了。这个是纯音乐，我们来听一下旋律当中的一些变化。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音响部分的一些优缺点。那么我们先来说缺点，缺点的部分是低音部分的表现不够沉不够低，震撼的这种力度不太够，但是作为这个音响的优秀部分来说，中音部分和高音部分做的都不错。而且定对于我们说高音单元在表现弦乐的时候，它居然能够给我把声场往后慢慢推一点，所以这样一听的话，我即便坐在是一个主驾驶席的位置，但我却听到这种弦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我的右后方，所以就这一点效果来讲，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然在车内的不同乘坐位置还会有不同的一些体验，以驾驶席为准啊。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娱乐部分呢先放到这边，因为展厅比较热，所以我们现在得把门打开。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整个下方这边是一个储物位。那么在这个储物位上来说，你们能够看到相对来说它的储物位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也比较深邃。除了我们说现在这边没有一个灯光光源支持之外，其他方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变速箱这个呢是一套六速的手自一体 AT 变速箱。那从这个变速箱现在的这个整体表现来说的话，我现在其实实话说有点不太满意，是什么？是你直上直下的排列换挡方式。如果我这边只要稍微用点力量，我可能就会错过力档，最终会挂到 M 档，也就是手动档上去。所以我们建议你与其这样的话，不如直接给一个 PRND， 然后把这个 M 放在 D 的右手或者左手会更好。那么下方这一边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同的驱动模式控制以及四驱控制。那你按下这个按键之后，执行的是我们的这种自动四驱控制，也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你现在的道路路况不同的一些影响，然后前后分配这个不同的扭矩输出比例，最大可以达到80:20。那么这侧的位置呢，往左旋转则是雪地模式，往右旋转则是运动模式。其实这个就已经足以让我们说一般意义上的这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家庭都能够去安心使用了。而这个东西其实实话说跟我们之前去看到的一键飞梭那套东西是异曲同工的。那么如果你还遇到了一些情况，比如说特别湿滑这种泥地路段，岩石路段，或者是这种雪地路况下，那么你在切到了这个 snow 模式下的时候，你再按下这个 lock 键，那么它就能够去激活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央差速器锁止功能，也就是在这边有个 lock，
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在这个 Snow 模式下才能够使用，因为默认情况下 Sport 是一个运动模式，那这个模式一定预设为就是你的当前路况表现得非常好。那么这一侧的位置呢是一个储物格，勉强看起来是个杯架，但其实因为它这一侧这里面没有纤维块的设计和支持，再加上旁边是一个手刹，有可能会比较碍事儿，所以这一侧的高度的位置也会成为它的一个比较纠结的点。不过好在两个门边的这个空间上面的表现并不差，所以这个位置还是当成储物格就比较好。而这个呢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扶手箱的一个位置。那么扶手箱这一侧的位置当中，你们现在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就是来自于这个整个内部空腔这边的结构设计。当然还是少了一些，比如说 USB 啊，埋了一些线槽啊，甚至于我们说的整个这个车辆的灯光支持在这一侧的暗格数都没有。其实实话说这些东西花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却很明显能够提升客户对于整个车细节上面的一些好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均质腿部，也就是这一块工作台下方这一边的手套箱。哎，还行，第一它有这个阻尼，但是由于本身前部的这个座椅还未标定啊，所以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这里面的内部空间状态。那这一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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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彼此去设计相应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置物的一个间隔隔断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体。但是由于它本身上部的开口较大，下部的开口较小，所以你放下的也几乎就是一些水瓶呀书本类的东西，也就这样。而且这个内部的这个上方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隔断，而且这一侧的位置的空间间隙还蛮大的，所以放东西的话小心不要太满，容易掉进去。那么这一侧如果还能够给一光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应当去做的事儿啊。OK， 那么在看完了整个车辆前排的一些这种非常简单的功能解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乘坐空间表现到底如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乘坐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首先第一，你可以看到前门开启的状态。作为前门来说，它本身的铰链和叶子板这边是有一定的夹角的，所以它的开启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最大开启位。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人站在这个位置来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哪呢？问题在于高度。这个车由于它本身来说这个顶子收的比较小啊，所以说这个高度上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后门的开启近乎于垂直，但是由于它本身后门的这个门板造型的设计其实也是占据了不小的位置。那么上车的部分来说的话呢，在这一侧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碍区域，当然这个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看前部。那么作为前部这一块的一个这个时候这个织布座椅的优点就出来了，人坐进来的时候它的摩擦力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坐进来就是安稳的一个状态，它不滑移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标定一下整个前排的这个腿部空间。 OK， 它现在是一个最大位，左腿的这个位置轻轻碰到了它，而右腿的位置呢是一指。那么从这个位置呢，咱们现在再来看啊，左腿的位置一拳三指没有问题，而右腿的位置呢一拳四指比较勉强，一拳三指非常游刃有余，那勉强算一拳四指吧。而单就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说的话，由于它本身这个副驾驶的座椅没有办法调节高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以这个后排座椅比较靠近 B 柱的这个位置啊，靠背角度，我们来看头部空间。头部空间，哎，这个做的不错。头部空间在前排来说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我们说紧凑级 SUV 的标准。那紧凑级 SUV 的标准头部空间应该是一拳一指，而这个两拳。我的身高是1.76米，我的腿长是96公分，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你们现在应该知道这个车型的乘坐空间到底表现如何了。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排。在后排的乘坐当中，上车呢首先就是一个事儿，可以看到吗？这个位置把我挡住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的头部这个时候不得不去弯一下我才能进来，而在弯进来的时候，前排刚才标定好的这个座椅离我的脑袋又太近了，可以看到吗？这个距离。那么这也就凸显出来说这个车身轴距2500毫米到底够不够用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前排空间一拳四指，在我们说已经有了这个中心让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那么这个时候我的整个空间上面勉强可以达到两拳，左腿也一样。而同时下方较高的一个挑高确实能够让我的腿在下方放的是比较舒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正经微坐之后啊，头部的这个空间表现也就是一拳，
所以后排的这个头部空间，如果它能够相对应的再把这个座椅调整一下高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让这个后排呈现出一个接近一拳一指的状态，也就是所谓标准 SUV 定义前排的这个乘坐状态。那么现在你知道了，这个位置适合于身材高大的人士乘坐，而在后排像我这种人乘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身高1米8以下，基本上在后排乘坐没有太大压力。而到了中央位置呢，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去看一些其他的地方。那么中央地台如你们所见现在是这样的，能看见吗？啊，我来补个光。中央部分现在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状态上面来讲的话，你现在去耽误到的或者说是碍事的部分是哪些啊？阻碍的部分是这一侧。那么作为我们说现在的后排，你既然没有任何的一些这种装修装潢架，比如说空调出风口，再比如说下方这些电源点烟器什么的这些东西啊，那你是不是应该就可以把它尽可能做成这种收边化的一个状态？那这样一来的话，我的脚步在去置放的时候应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你本身来说是一台四驱车，这个我知道，而且这个相对的中间的地台的位置还比较宽，还比较宽，还可以啊，是一个比较宽的状态。那么你把这一侧削完了之后，其实中间乘坐一个成年人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挖的。中间的头部空间比旁边好很多了，哎，一拳一指，看见了吗？甚至于你要是往后躺的话，这个也是一拳一指，也没有问题。那这样一来的话，就说明了一点啊，这一侧的坐姿对于头部空间让位，可能会中间这块的位置会更有效一点。那么如果就是说全车所有的乘坐位置来说，这是第二个，仅次于前排来说第二个的头部空间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位置。当然乘坐当中你也只能这么做，不过好在你是这么做的情况下呢，对于两侧这边较宽的这个坐垫设计来说影响并不太大。那么在旁边乘坐的话，成年人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么一个往旁边去拥挤的这么一个问题，还行啊。但如果能够将这个侧区好好设计一下会更好。现在请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帮我们把这个座椅往前放。哎，我们来看一看下方，我把这个垫子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下方这边的设计当中也没有地板的出风口，是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建议厂家能够将整个下方这边做成一个鞋盒之类的东西，因为高度很高，做成一个小的抽屉会更加实用。而作为一台轴距2500毫米的车型，那你中间这个仪表的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出风口的话，也会弥补现在我们说地板上面空调出风口的一个缺失这个事儿。我们再来看别的方面，作为这个整个座椅的靠枕来说的话呢，这个靠枕，军人同学你先上来，来，你感受一下这个座椅靠枕。硬。这个呢？也硬。也硬。那么织布座椅再加上我们说现在靠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做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如果里面能够填充一些海绵，可能会变得更棒一点。当然在高配车型上面来说，这两个座椅的头枕相对都还算比较舒服，只有这个位置是比较硬的。中间扶手的这个位置啊，这一侧的位置呢，由于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布局实在是比较紧凑，那么也只能够这么做。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臂长放在这边其实还是刚刚好的，还行，说得过去。区别只是在哪儿呢？就是一些人性化设计当中，你可能在这一侧我手要这么放到这儿，杯架就废了。所以杯架你要么改成弹出式的，要么你就不要放这个杯架，会变得更好一点。当然这一侧的这个质感明显表现的要比这个头枕要强。背后这个板子是一封死状态，没有办法去抠开。当然作为一台 SUV 来说，如果没有后方的隔板我能够顺利取东西的话，这个倒是也无所谓。那么在安全带卡扣这边那些设计当中，你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这个设计啊。那首先第一，这个中间位置的这个安全带卡扣呢是无处安放的，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好其他的这两个卡扣的位置呢基本上都能够放到一个对应的位置上，这个还行。作为我们说现在儿童安全座椅来说，基本上都是在后排是一个最佳安全的乘坐位置，所以你会看到儿童安全座椅一二。现在都知道有个二孩政策啊，所以说后排呢给你预留下来这两个通用的位置也是为了这个考虑。不过我在想，如果后排你需要去大人照顾的话，两个孩子坐在这样主要的一个位置呢，中间挤一个大人可能还挤不下，因为儿童安全座椅相对较宽啊。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后排座椅可翻折，我们先不翻折。
我们来看看尾舱的一些设计。不掐掉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尾舱的一些这个设计啊。首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受于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铰链的一个关闭角度，包括像我们说整个车门这边的一个自重来说的话，这侧的位置明显会看到它有一个慢慢自己向下的力，而且如果你不是持续给它给一个抗力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容易关上。那么还好啊，在这一侧的这个按钮呢，其实也可以及时的去解这个门锁。那尤其是我们说在整个车门全部锁闭的情况下，你可以单侧去开，这个是比较方便的。那么打开它之后呢，咱们就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我们先来看整个钣金件。先来说这一侧的撑杆啊，这个撑杆其实实话说在中段的力量上面来说是有些缺失的。那这个如果能够给一个相对较大的力量的话呢，那么能够很顺利的去把它打开，这是第一。第二是在整个金属结合件当中的话，你们会看到这一侧的铰链和这一侧的铰链体积占位都不是很大。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在一些这种交叉轴路况下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轻微的变形，但具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锁块的落锁锁闭的一个效果，我们测试的时候再去看就知道了。但从这个车身本身带有内嵌式大梁架的一个结构设计上面来说的话，车身受力上应该不会太严重。上方这边是它的一个置物板和遮阳帘，也就是我刚提到过的，如果没有这块板子，后面这些东西你可以轻易取出来，哎，这个高度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这个隔板相对放置是比较平整的，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隔板的边缝没有办法往上再放一层，对吧？如果我现在要双卡的话，我应该怎么操作呢？就比如说啊，好，咱们来看一下。哦，你说的是那个意思啊，我还以为我说的是这边，我说的是这个角落的位置啊。没有没有啊。 OK， 那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像我现在这么放了以后啊，因为它下方有这么一个卡槽，你能看得到，看见吗？我现在抬起来了一点，你应该能看到了。哎，这一侧的位置呢会成为我们说现在在取放备胎的时候，当然这个你一定要卡到位才可以啊，一定要卡到位才可以，能够一定程度上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仰角，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可操作性啊却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所以与其这样的话，我建议厂家能够在这个隔板的位置给它下方做这么一个小的拉绳，这一侧的位置一勾，这个只要打开它有抬起来了，它抬起来了就能够把它拽起来，是这样道理吧。哎，那么形成这么大的一个限位之后呢，我们相信这个下方的备胎你就能够正常去取放了。而且备胎这个位置呢用的也是马吉斯品牌旗下的轮胎，我们来看看尺寸，21552-17全尺寸啊，全尺寸的这个备胎做的不错，铝合金轮毂啊。哎我去，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能不能帮我把这取出来，因为我这拿手机不太方便。哎，这个其实是这样，我宁愿用把它用这个轮毂的钱给它省一样，你给我换个非全尺寸备胎，或者全尺寸也行，你给我换一铁轮毂，把剩下的这些钱给我用在其他的一些配置上面做一些增配，我觉得这个事是可以做的。因为没有谁会在乎你全尺寸的备胎轮毂到底是铝合金还是一个铁的，对吧？不过其实说实话，这个是一好事啊，是一好事啊。对，咱们先放进去，然后我们来看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啊。在备胎整个舱内的可以看到吗，这些钣金件上面它没有做任何的一些隔音和铺装，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做一下，非常方便啊。做完了之后，我相信整个车辆噪音上面会有长足的一个进步。而将它放平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啊，两边的这个置物槽，这个置物槽还是蛮实用的，挺实用的，而且蛮深啊，放置一些不太容易磕碰的物品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上方还有一个小的挂钩，这一侧也有，那还包含了这一侧这个灯光，但我们更建议这个灯光能够联动后备箱控制，后备箱开启灯光自然点亮，你别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后面还有一个备用点烟器啊，当然实话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备用电源，主要用来是干嘛的呢？比如说你备胎没气了，你车上有个打气泵，哎，这一接给轮胎充个气，拿下来换备胎，是干这个用。那么作为这个车辆的后备舱，你如果去坐一个人或者放一个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憋屈，但是确实有可能会有一些情况下后排座椅折叠之后从尾舱逃生的案例出来，有这种案例。所以我们建议厂家能够在这一侧哪怕做一个金属拉绳，能够在后备箱内去把这个车从里往外开，哎，做一个逃生开关会变得更好。那么
说到空间这个事儿啊，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座椅放倒之后的一个状态，还是蛮平整的。那有一点点遗憾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下方这边的整个座椅椅垫相对来说是有点仰角，但是这个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我们把内侧也放倒给大家看一看。在这儿。而且充沛的这个前排座椅间隔空间已经让我现在头枕无论是打开还是下降都不会有影响到它这个折叠的效率，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一点做的真是没有问题啊。那把这个先取下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车辆的行李舱状态。咱们这个车行李舱状态应该是有个多少升？500升，正常。375。那么在拓展了空间之后，应该有个接近600到700升的样子了，啊。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去搬、需要去放置的话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做的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有一点，咱们都知道这个下方的悬挂是一个非独立悬架。那么本身不太占用体积的情况下，尤其是纵向体积的情况下，这一侧的位置明显就会浪费一些空间了，对吧？当然本身它这些出发点都是好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能够将它再做平，再把这个平整度再做平一些的话，我认为这个可以做成一张简单的可以休息的一张小床，上面防潮垫一铺，垫子一铺，还蛮舒服。OK， 那么在看完了整个车辆的这个空间利用的这个方面的表现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引擎舱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发动机舱盖来看一下内部的一些细节。第一，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标的正上方的位置呢，就是齐齐的对的，就是它现在的这个引擎舱盖的开启扳手。这个做的真的到位了。那你作为这个我们说店面的销售来说，跟客户去介绍的时候，你也不让他们摸，你看这个商标上面对着位置，手伸进去，哎，一拨就开了，很简单。而且这个引擎舱盖实话说还是蛮沉的，这说明它本身的用料做的还是可以。那以日系车的这个整个车身框架结构来说的话，铃木算是比较结实的那一类。哎呦我去，好重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我现在先将这个舱盖给它撑起来。那你后备箱如果都采用了这种撑杆的话，其实前面再放一组撑杆也不费什么事儿。这个前面的撑杆对于我们男性来讲，你还稍微可以有一些借口，比如说锻炼锻炼你的肱二头肌，但是作为女性实在没有锻炼自己肌肉的必要。这一侧的位置当中你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啊。那么首先它呢应对于这个爱撞击的这个锁扣的位置呢，给你给的只是一个底漆而已，但即便这样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撞击出现，所以这个如果改成不锈钢那就会更好，你就不需要再去喷漆了，对吧？其次呢，在引擎的这个舱盖正上方呢，有了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隔音垫，但是这个隔音止震垫呢，其实实话说厚实度不是太厚实，我们建议厂家用这个垫没有关系，你在内部再充斥一些这个我们说防火隔热棉啊，就会变得更好一些，更厚实一些，同时也会有效的去抑制我们说来自于这个顶到上方这边的一些震动。整个局域板的设计当中，它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些车型设计的局域板很有可能会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有积雪，那这个时候你的空调出风这一块就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车很聪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侧的对应位置，很大对吗？而且这一侧的位置全部是你的外循环出风口，这也就意味着你的外循环进风的时候从这边进，同时你引擎盖盖上的时候是把这一侧做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密封的。那么冬天积雪的时候，你该除雪除雪，该除冰除冰，引擎舱盖这一块整个局域板下方完全不用去理它，很舒服。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些别的方面的细节。那么这个时候啊，用于我们说现在整个引擎舱盖这边的一个受力点呢，是在这两侧的位置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再结合这一侧的位置和那一侧的位置呢，就会形成四个有效的点，你尽可能的去避免说引擎舱盖在闭合的时候左右不平衡的问题。而且相对来讲，我们说出厂之后这个钮它本身，就我们说现在这个减震钮啊，或者说这个支臂钮，它可能会有一个高度不平的问题，你方便调整吗？因为这一侧位置调出来，这两侧位置也就出来了，它有个互相对比的问题啊，能够参照。我们现在这个是可以打开的吧？好紧啊，这个防尘罩真的是，一方面柔软度做到了。柔软度有个什么好处呢？给你们看看啊，这种柔软度会在冬天的时候让它变得不那么脆，
并且让它变得这个间隙当中的控制呢还是能够比较恒定，不会说我冬天拿上去外面稍微动一下之后再拿回来一装，哎，间隙不对，装不上了，这个相对较好。但如果能够改成胶的那种，就是真正的一种那种意义上软橡胶的，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们放到一边，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一台 Boxster Jet 这一台 Suzuki 的这个发动机。其实实话说，这台 1.4T 的发动机，你让我跟 Suzuki 的这个名字去联想到一起的时候，我总会想到那种轻，就踏板摩托车，你知道吗？那无论是咱们说的这种小型的踏板摩托车，还是咱们的现在自动车，就我们说这个自然吸气的小型车来说，在自然吸气的领域当中，我们认为铃木是当之无愧的这个王者。那么现在涉及到涡轮增压的表现到底如何，我们先从这个技术上解析来看啊。先分几个大类，这一侧是它现在的这个 ABS EBD 的整个这个油液控制位。好，那么通过我们现在的刹车油管路去给它泵送，里面形成一些真空，同时来控制我们现在四轮的刹车分泵，做到 ABS 呀、EBD 呀、ESP 的这一类的控制去响应它。那么接下来这一侧的位置呢，则是我们现在整个车架的一个纵梁位。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内嵌式大梁其实就是一个梁头，而这种梁头的设计呢，它其实是一个加强系列式一个设计。那么应对于我们说现在轮炫这一侧的位置当中，则不再成为一个最大的受力位啊，其实这个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同时它现在利用整个纵梁位的上方这块的位置呢，将我们现在这几个限速的位置呢做了一个引导，比如说空调管路，这个应该是一个压力传感器，有可能是啊。然后再将我们现在的这个玻璃水的储液壶的位置放到了最下方，并且基本上可以做成这种两段式拼接的一个设计。那么如果这个管堵了或者脏了，你拆下来自己去洗就可以了，下方这个壶跟它是分开的。而这个发动机呢，你现在去看到的右侧的这个支臂机脚的位置呢，它现在采用的是铝合金机脚，并且搭载了我们说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减震去做了一个限位。而且它现在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呢，多多少少对于下方的散热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可能重心上面会有一些轻微的影响。不过还好搭载的是在这个梁架上面，所以本身的这个重心啊，或者说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重量影响的问题倒不会太大。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你会看到一个更加空旷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啊，实话说它就是在我们现在拆除了这个上方支架之后，如果你现在需要更换你的皮带，需要去校正你的点火正时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一侧的位置当中有一个充足的空间让你去施工了。所以这个事儿应对于我们说现在的日系车型，它为什么会成熟，就是我造出来的东西不光好看好用，我还得方便修理。你别让我造出来的东西是好看了是好用了，结果修理的时候连个扳子你都下不去，没有地方下去。那么这一侧的啊，这个我们先放引擎先放那边先不说啊，我们现在再来看整个散热系统。散热系统采用的是高低两个风扇转速去协作，那么这个高低速风扇呢本身来说也有一个位置上的不同，你会看到。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去减少两个风扇共同转的时候它的这个风压的一个互相干扰作用啊。但是缺点问题其实也非常明显，就是这样的高低速风扇它本身不是一个大扇叶的这种大风量设计，那么转起来的高速高的同时可能噪音也会相对较大啊。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嘛。我们再来看啊，这一侧是它的整个这个防冻液储液壶位，哎，而且采用的也是这种直通化的一个设计，那么热机的时候它会把这边排出一些空气，当然水也会顶出来。那么作为我们说这个前部碰撞的时候，如果这个车辆能够有一些这种基准的一个正面防护，是不是会更好？所以你们会看到在这一侧的位置当中有一些基本防护出来了，对吧？而这一侧的位置当中应对于前大框的这个碰撞处理设计啊，这个只要一撞，撞完之后下面这一边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弯折啊，在这一侧的位置当中避免了进一步去损伤我们现在的后方的一些附件，比如说你这一侧的整个波纹管，当然这个是软的没有问题，比如说后方的整个这些周边附件，外置泄压阀呀、涡轮本体呀，以及我们现在的整个排气管路啊，当然还有这个最重要的蓄电池的部分。而在轮炫部分这一块呢，也采用了更多的一些加强结构设计，那么即便是侧方一面有个来这样的一个侧方碰撞的时候，也能够有效的去给叶子板和整个下方这一边提供一个有效支撑，不会那么轻易伤掉咱们的这个纵梁的位置。那么具体的这个案例请参考军事同学那一次的那个对213那一次啊，那213惨就是因为他在这一侧没有这个防护。
有的话也许你还伤不到那个车的大梁。而这个呢就是它的保险丝位，我们先拆开来看一下。哎，保险丝好像我怎么放它都会倒着字儿，是吧？因为这个其实是按图例的部分去给你做了，但是由于本身图例它是分上下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所以字体也会有所不同。但这样一来的话，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或者说专业知识类的词汇基础，你可能很难去区分上面是哪个是哪个这样的一些对应位。那建议能不能够去改成有一份中文说明的这样的东西啊，哪怕你字体稍微小一些也行啊。这上面启动开关、空调、20安的这个转向电机保险等等等等都在这边。还有一个四驱高速25安的一个四驱高速和低速切换的这么一个保险。这些东西其实实话说已经完全高度集成了整车发动机控制线所有的部分指令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小心一些，要小心一些。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 ECU。 我们来看看什么产品啊，来自于博世，看到了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现在的产品在我们说配套和采集上面和采购上面来说都属于全球供应的，那这个来讲的话也其实不太去分这个地域或者说品牌这个限制。那么在整个防火墙这一侧呢，咱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后边后视的一些这种隔音棉。但是这种隔音棉如果你没有去在这些个穿入的管路当中，比如说方向机部分去做一些扎实的一些包裹，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指针的话，有可能你的声音还是会进去。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声音进来是从哪儿进呢，就是从咱们现在的这个进风口进的。那么减震塔顶这一边，我们现在将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全麦弗逊悬挂在这个上方的减震塔顶这一边用的是一颗螺丝去固定的，但是由于本身前麦弗逊悬挂它的这个负责转向也好，负责刹车也好，它的应力并不会说特别特别强，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这样的设计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能够给上三颗螺丝，相信啊，在一些复杂路况下、极端路况下，对于整个悬挂这边的影响，包括四轮定位的影响，可能也会尽可能去降低。强度上面不用担心啊，还比较厚道，给了这么一个防尘套啊。而且你这个时候再去看的时候，会明显发现我外侧的边缘、外侧的边缘啊、外侧的边缘和这一侧的中心位置距离还是蛮远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意味着你的车辆回正力矩，就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主销内倾啊，主销内倾这个部分，包括像我们说的外倾角这一侧的调整，都有足够的余量去调，并且你在调整好了之后，你就是方向盘回正自己回正的这个力矩速度上面来说也会变得更快。我们都有些人有些时候会挑说，哎，这车转了一弯，结果这方向盘自动不回正或者回正的慢，就是因为这一侧的倾角问题。但同时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啊，咱们老说的这个车辆的车身刚性，包括像我们转向时候的这个整个车辆防止共振的一些能力，咱们都知道这个防倾杆吧，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减震的顶巴，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我真没有见过这么夸张的顶巴，就这个东西能看到吗？它跟整个这个车架呢完全焊接为成为了一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只要它不生锈、不报废、不撞坏、不变形，你就能够随着这个车身一直去坚固的使用它，而且完全没有二次去加装的必要了。因为它现在设计的这个位置本身就比你的减震塔顶的这个位置高度要低，这就意味着说它现在只是真的意义上是在起到我们说不会作用于减震的同时，却作用于整个车体去给你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颗引擎啊，但说这颗引擎之前，首先这个车型它是有碳罐的，碳罐在哪儿呢？那颗黄色的卡子的位置就是它碳罐。往上这个位置，这个哎，对对对，这个就是它的碳罐。那么相对来说放的太里的这个位置啊，可能在这个方面的维修和更换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它内部还有两颗这个螺栓去做了一固定，这个事儿得说一下。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颗 1.4T 的涡轮增压引擎。
首先硕大的这两组进气风枪的这个设计呢，已经让你足够去对它引起一些重视。那么轻量化的一些设计理念，比如说全铝合金的缸体和发动机，上方轻量化的一些我们说来自于 ABS 防爆塑料的这个气门式罩盖，都让这台车型的引擎有它放高的一点，也就是说它本身自重不重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干。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会不会对于引擎的强度上面会有些影响，这个我们还需要去天长日久的去观察，看它的整个抗疲劳的强度啊，以后的耐久度啊，等等等等。那先来说一下这个性能啊，性能部分来说，这个车型它能够达到的这个功率呢是103千瓦，而扭矩输出能够达到220牛米。作为一台 1.4T 的涡轮增压引擎来说，这个动力上的表现已经算不错。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一些细节啊，这一侧呢是它的涡轮本体，能够看到这个外部的一个泄压阀啊，有啊，这个泄压阀本身来说，它是接入到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里面的。如果你要接大气，那就是外泄；你接回去呢，就是内泄。这是一方面，第二呢是来自于这颗涡轮本体。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你会看到，其实如果你要真的去想换这个泄压阀的话，估计可能还有些麻烦，因为它跟涡轮本体做成了一体的，所以这个事儿要换就一起换了。那么第三呢，这颗涡轮由于它本身是一颗废气涡轮增压，那么在这种废气的原理上面来说，它就不得不去和咱们现在的排气支管连在一起。但这样一来的话，受制于温度上的影响，一定就会有一些这个进气温度前段的问题。所以啊，它现在采用了中冷器的一些结构设计，让它把这个节气门前段的这个温度能够进一步的去降低。那么放在上方的这一块的整个机器风箱呢，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上方这个侧的位置开一些这个风孔，也能够让它有效进行一些散热。但如果没做这个事之前，那你放在这边只能够是等着被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能够进一步的去做一些这个有关于散热方面的工程，那一定程度上面会更加优化这颗引擎在工作时候的一个我们说效率。这个本身还是带有一个我们说缸内直喷是吧？啊，这个是它的高压泵头被放到了这边。那么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漏油的，但是如果漏油，那这一侧的这个棉体它就会变成一些渗油的状态，就是比较湿，所以这个事你要注意。一般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节气门的位置被放在了后方，那么通过节气门的这个波纹管前段的这一块的这个管子的位置啊，这一侧是咱们的进气压力传感器，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一侧的压力给了多少，你这一侧就给多少。如你所见，那么从这个引擎的整体放置上面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水平位，它并没有做一些偏置化的这样的一些效果。但是从整个车辆的操控上面来说，你后方明显有更大的一个这种可以给它一个倾角的位置，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如果能够针对于它的这个引擎角度做一些放置位的调整的话，应该会对你的原地起步这一块能够调整出来更大的一些力量，它也不会有一些失控的问题出现。 OK， 说了那么多，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把这台车开到路上去，然后才能看出来这个车辆它现在的三大件，发动机、底盘、变速箱和整车的这样的一个匹配，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那么本期的静态解析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优酷以及这个一直播和花椒平台。那么在这三个平台当中，都会有不同的精彩纷呈内容给大家呈现。谢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搜索车评人郑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